There's a new year and there's a Chinese new year. Does that mean we celebrate new year twice? We are going to find out together. In this episode, we have a special guest who you might be familiar with because she has been on this channel for a few times now. And that is Jenny. Jenny is mainly teaching Korean now. If you are learning Korean, I highly recommend her. This is not my usual video because I usually make beginner videos. If you're a beginner, no worries. Next week, I will break down the key concepts from this video. Today's video is in Mandarin only. It's suitable for HSK 4 or higher. And one of the key reasons for that is because the conversation speed is natural speed, and that means it's really fast. Natural speed is not easy to adapt, so it's okay if you run into any problem. If there's any specific questions, please do let me know and I will answer them in the next video.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Jenny, please visit lastlanguage.com/Jenn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在美国1月1号是新年 New Year's Day, 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在中国的话，我们平常会做任何事情吗？一月一号是一个节日吗？其实在中国一月一号也是一个节日，叫做元旦，然后也它元旦的意思其实就是新年的意思，我们都会放假，然后一般都是一月一号当天会放假，但是我们一般不太有特殊的活动，最多就是跟朋友就是祝贺一下新年快乐，然后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一般情况下过了元旦，大概只要再过一个月到两个月以内，就会有我们的传统的新年，叫做春节，所以说元旦的话没有特别多的庆祝活动。你刚刚说一月一号的时候你们有放假，那十二月三十一号呢？没有，我们一般就单纯1月1号放一天，但是今年比较好，今年的话因为1月1号正好是星期一，然后连上上周的周六周日，就是一共有一个小三天的长假，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还是蛮好的，我觉得蛮人性化的，是因为我们假如说元旦是周二，比如说，那么我们国家就会规定说你是周日、周一、周二三天放假，但是我们为了补假，因为周一本来不是假，那么可能周六，上个周六就需要上班，那么后面也是一样，我们会调休，我们叫这个叫调休。调休，对不对？好好的。所以，那你是刚刚好一月一号是星期一，对不对？对，今年刚好星期一，就不需要调休，正好凑上周末放假。所以你的感觉是放假三天，对吗？对对，实际上只有一天。对啊，我就这么想，我觉得你很开朗，会想，我们放假三天，但是我想，你周六周日本来就是假期嘛，对不对？对啊对啊，跟但连着休息也挺好的呀，可以出去玩一下。好好的，那我明白。所以呢，在中国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是不怎么过一月一号这个元旦节的，对吗？元旦这个，对吗？对，因为没有很特别的特殊的必须要在今天做的活动。好好的，所以呢最重要的新年还是中国的传统新年，这个比较重要， 对吗？对，叫春节。春节，对不对？好好的，明白了。所以那如果说一个人想说呢，中国人过两次新年，你觉得这是对的说法呢，还是不对的说法？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暧昧，因为我们在讲到元旦的时候，我们元旦放假那一天到一月一号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元旦快乐，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讲说新年快乐，所以还是会说新年快乐。对，还是会说新年快乐。但是你如果说跟一个中国人讲说，新年的时候，反正在我周围的朋友当中来看，我们讲到新年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冒出来的一般都是春节，而不是元旦。所以元旦那天还是会说元旦快乐，对吗？或者新年快乐？一般都讲新年快乐。好，还是会说一下新年快乐，对吗？对对。明白了。在美国新年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些人会做一些事情叫做新年计划或者新年新决心，就是呢 New Year's Resolutions 计划今年呢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在中国的话，不管是元旦还是春节，大家会有这样子一个习惯吗？或者做这样子的事情吗？说起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的话，新年的我们叫做新年计划，或者说有时候会叫新年目标。然后像这样的目标，我一般都会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新年要立新的 flag。
FLAG 我们会讲这个英语就直接立 flag 就是立一个旗子、oh. 就代表我今天要做什么、oh. 我要讲出来之后这就立了一个 flag 我们叫做然后那我在新年的时候我也会立好多好多的 flags 然后、oh. 嗯，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在立的时候我都是会从元旦也就是说阳历的1月1号开始因为、oh.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在立新年计划就定新年计划或者立新年 flag 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挑春节去立而是会从1月1号开始立哎，这很有意思你是我问过的第一个会立那个计划的人或者目标真的吗对没错、哦、我问过的很多人呢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大部分的人都说他们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不会去立任何的目标嗯，那是你继续说、哦、那我会我每年都会、啊、然后我每年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段子、嗯、你知道什么叫段子吗嗯嗯，就是非常有意思我讲出来你就知道什么叫段子了啊。就是说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我要把去年没有完成的事情我去年立的 flag 都完成而我去年的 flag 就是立了我前年并没有完成的事情等一下所以你就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就是每年都在重复一样的事情今年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发现到比如说去前年打个比方是15年、嗯、啊16年那么我立16年比如说我立的目标是我今年要通过什么什么考试后来16年过去了考试没有通过那么17年我的目标就是我要把去年没有做的事情做完然后结果1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做那么到今年我要把去年的目标重新达成而去年的目标就是前年没有完成的那些事情所以你说的段子就是一段话那个段子吗就是对就那个段子然后就是一些比较搞笑的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可以是 story 啊可以是故事可以是那种小的这种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嗯，那你刚刚说的你新年的话会立一个 flag 对不对那你说的 flag、嗯、你一提到 flag 我在想呢你会拿一张纸然后把它剪成那个像国旗那种的形状然后写上你的目标是这样子吗还是不是不是不是只是叫做 flag、啊、好是叫做我在想如果我真的立一个目标像一个 flag 的话应该会挺有意思的然后挂在这、哦、不是挂在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尝试一下新年立一个新 flag 对吗对对好也不一定是新年才会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 flag 其实是一个流行用语在中国、哦、然后比如说比如说我跟你说我今天要把这碗饭吃完但是我这就是相当于立了一个 flag 但是我如果吃不完然后我们就会经常讲说你自己立的 flag 你跪着也要做完所以这个是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对吗对对对现在比较流行、哦、很有意思好明白了非常好、那谢谢哦Hope you enjoyed today's episode.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Jenny, please visit lesslanguage.com/Jenny. Jenny is mainly teaching Korean now. If you're learning Korean, I highly recommend her.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